开始的话，本身我有在做这个，就是让人家领这个爱心餐具的东西。对，但是后来我2年前认识这个我们这个陈版主，对，花坛人俱乐部的陈版主，他跟我说有这种爱心餐券的这个代券，对，就是像类似这一种的爱心餐券的代券，对，这种类似爱心餐券的代券，然后才知道说原来可以去下载这个东西，对，就是爱心餐券，让一些最主要的话是辅助一些弱势族群。对，那我有发现花坛这个地方的话，哈，独居老人很多，对，然后小朋友也很多，那单亲的也很多，那就是可能比较有一些智商没有这么高的，一些同学也很多，对，那我希望说可以用这个爱心餐券来帮助到他们这样子。他们来领取这些早餐的话，都一律免费就对了。哦，当然，当然一律免费，当然一律免费。会不会有一些就是？平常人还是会跟你们一样，比较厚着脸皮来吃免费的这样。这部分的话，我们只要把爱心餐券发到他们各个单位的话，他们会去帮我们过滤，因为他们知道说我们当地的话有多少的独居老人，那有多少的可能智能比较高的同学，那有多少的单亲，有多少的低收入户，那他们会去各自做分配这样子。